まあ何年前か、うん、俺も秋葉原駅で、うん、まあ一日寝てたよみんな冷たいよ、全然俺を起こさなかったよ。兄弟们，之前我那个也在那个去园车站这样睡过，睡那么一睡了一晚上，完了一个人叫我都没有，差点给我冻死。像这种事情在东京的话是很多很多的。这个站员拍了好长时间，叫了好长时间也没叫醒。叫不醒啊，应该不是喝醉的。